最强应援还得是家属，最宠家属还得是王老师。首先让我们恭喜长空之王首日预售破千万，预售很重要，大家继续加油哦。重要的日子他们彼此从不缺席，身着飞行员夹克，就是哥哥给试飞员弟弟最浪漫的应援，还有这个摸鼻子的动作，是谁又想尿尿线了？带着小狮子的戒指更是在说他很爱他的小狮子吧。看戒指低头莞尔一笑的瞬间，像极了弟弟下意识摸小骨头后心安的样子。再看佳佳的告别信，明确说了弟弟在口味上为其提供了灵感，所以这个口味真的是弟弟给家属吧。最爱吃哪种口味的薯片？其实有一个蛋黄味的薯片，但好像现在停产了，那个其实很好吃。停产了就做给你，王老师宠家属真的有一手。还有这个光有腿的两人，和小红小绿就又对上了。大长腿的哥哥坐矮的椅子确实会杵地，贴心如王老师，椅子都要买能晃腿的，羡慕我说累了，就好好过吧。